正好帮盐啊，对，帮盐多点。过年那阵儿，嗯，二其实这个还好，主要是我左边这个，我左脚。这个你还算及时啊！再晚或者就完了。我左脚这地方就破了。我左脚这个，它是，就是再长出去就不行。再长不是再晚点修就完就不行了。现在修的还及时，它的肉现在已经是红嫩状态了。但它没破，这是比较及时了。你下次你要宰虾，你就早点。对，回来修一下。修脚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挺及时。如果一般修几次就能会挣的话，这玩意要是。他现在他就是你咋修，你就咋蹭，他也达不到原来那种程度，就像第一次那种就达不到了。虽然你这就不能时间太长了，时间太长了他就麻烦。这咱老舅没在家呀？我介绍的是大舅还是老舅领来的？时间那块，那现在修脚店不多，也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不挺专业，顾客多吗？还行，你这开的时间长。修脚都像他这种情况吗？不一样，也不是，脚啥毛病都有，他不一定说就是这种情况。出血。那没事。没事。那皮肤薄，那样就冒血孔。卷子挺好，那几次你抠完的挺好玩。多大岁数了？80。80啊？啊，咋不像？不像，瞅着是挺年轻。哎呦我的妈，年轻。80了。挺年轻。哎呦我的妈！咱们先可男的先来啊。身体瞅得挺好，身体没毛，是不是啊？走道嗖嗖的，哎呦我的天，真怕！我告诉你，半年你就半年，你就不能稍微找个个把月？你找个一个月，他也不至于这样。一回那啥，一回，农村那我这总在外边，我也不懂。你不在家是吧？你也不总在家呀，下次长了你就打电话。这属于灰指甲。他这个就这个年纪了，这啥就这么地了，一年修个两三回也就拉倒了。是，他这修两三回都无所谓。对。现在没看，哎呀，这两天磨叽我，这挠挠我就得回家，就要回家。
就不搁这待了。谁呀？他太太到这楼里待的，这赶蹲监狱了。那回农村这么冷，也不也出不去吗？他出不去家，你就天天6点多钟就左右邻居啥的就往这儿来了，就上我家去了。上街唠嗑呀？嗯。真厚啊。嗯。我这一个在楼上待得了，这王不总在家上那隔那不干。那你们总不在家，他自己在家肯定无聊了。嗯，那我没办法呀，我开大车的。孩子呢？孩子在东院上班，他就在这嘎达，这斜对个看着楼。孙子啥的呢？孙女啥的，这不得也能陪陪吗？这不是孙子上班的吗？哦，这不就在东院上班，是上去的钱来他孙子领来的吗？从就跟你对个这个那谁？重孙子呢？奶奶重孙子。啊，还没有重孙子。哎呀，咋没有呢？重孙子多大都跑了，还没有。有。那我问那老太太了，他叫你给脚疼了，那个。你把重孙子领来。哎呀，那都是领不了他，你等于那两个上学，那大的都上学。这都四代同堂了吧？是不是四代了？那谁，海通大姑娘多大了？是不是也得15-16了？嗯。那马上五代同堂了。嗯。五世同堂少见的。证明你家人都早婚，早婚，不早婚他不可能80多岁能马上看五代。海通那是多大？20几？你说海通20几啊？海通是不是都30？不是，我说他结婚的呢，啊，都早。30孩子16。那些人啊。30多，30多还是16，那海通都得35-36了，18-9就生孩子了，那是。没有，那这得40左右。孩子16，他35-36不就是18-9吗？谁家海通多大？好像37-8的，你自己家孙子多大你都不记得了？不记得，练习了糊涂。记得抠脚就行。抠脚，哎。老太太，你家也是个大家庭的。大家庭。是不是啊？人多吗？人多呀。那这能不能有抹点药啥的？这是主要是卷起来的。嗯。能不能抹点药啥的？老年人就是到了这个岁数，就不要去想那些了，就保证，是对你保证他正常的行走，他不疼不遭罪就拉倒了，没有必要去再遭别的罪，犯不上点事儿。行不行啊？嗯，疼不疼？不疼，不疼啊！瞅你这身体状态挺好啊，精神抖擞啊。80是吧？离那还离死还远的呢。自己勤看着点，你看他卷了疼了，哎，你就来我给你抠一下就得了，不要挺时间长了啊。他疼就来呗。对，挺时间太长那玩意遭罪呀。待一会儿，美女啊。
别着急。嗯呐，这么近得了，要我再拖呗。粘一起心都。你有感觉你就吱声啊、嗯、这一块粘的挺严实。等啊，给你拿下来了啊，这里的肉都紫了。好嘞，有一点点疼啊。哎，好嘞。肉都黑了里头，乌漆嘛黑了。哎呀，这老太才能挺着。咋这还挺啥的？这里头肉都乌漆嘛黑了，这是扯淡一样。挺着，我不知道啊。然后就是把那个埋那个死的东西都抠出来，这不有空一般是垫着。啥的可不能挺着。马上就破了，这块破了之后就感染了。那破了之后肯定感染了。再往下不就甲沟炎吗？已经是甲沟炎了，只是还没有发炎而已。秋子秋子，现在75天的平均年龄，你80你就等于站了5年，你这80都不算是岁数大的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心算，耽误干啥？赶紧没了得了。喂，邓王，你修薄点。你赶紧没了得干啥呀？你多活几年，我多挣点钱啊。完了，后来多活遭罪，你不知道，人到岁数了就不乐意活着了，遭罪。你这个80在属于平均年龄，你得看那些活90来岁的有的是。现在社会多好啊。那几点开门啊？8点多吧。夏天早点，冬天就晚点。下雪天就太冷了就晚点。不疼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不疼了。嗯，小的也往里卷，那小的。应该是最后一场雪了，下完应该是没有雪了。不是你感冒了？今天这么冷啊！
你穿那件衣服出去不冷？好了。